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我们透过流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跟新闻的回顾，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然后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也能够看门道。我们有 YouTube 频道，也有 Podcast 频道，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在上礼拜，我们讨论了有关于精神障碍者他所面临到刑事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法务部面临到很庞大的社会压力，他们想要透过隔离的方式来去对精障者，将他隔离起来。那以为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社会冲突悲剧就可能会减少。但事实上，我们上礼拜从社工的角度，我们从这个照顾者的角度，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哦。那最近这个临时会呢，也在开始讨论这样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如果你同意的话，也可以去参加这个相关的联署活动。那当然，我们在今天这个礼拜呢，也要持续的针对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进行讨论。在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从不同面向、不同角度来谈这件事。我们会从这个法律跟当事者的角度，当事者就是经常的朋友的角度来谈这样的一个议题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民间司改会的林俊儒律师，以及台湾失序者联盟的李云，来跟大家谈这个话题。林律师，你好。大家好。接下来另外一位来宾是这个台湾失序者联盟的李云，李云好。大家好，我是台湾失序者联盟的李云。那我们主要是为了要呈现台湾一直稀缺的精神病人的声音，所以成立这个联盟。谢谢大家。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哦。我们知道在立法院的这个临时会加开的这段时间呢，可能随时都有可能会去通过这个案子，而这个案子的本身其实是蛮大的争议哦。那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律师哦，就是说，当然这件事情是跟所谓的刑事犯罪是有关了。那我想要先请教你，就是说，目前国内的这些所谓的精障者的这个部分哦，他们的犯罪类型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为什么这次他又要修法？接着主权的问题哦，其实精障者犯罪这个定义本身就不太容易。那如果我们以刑法的定义来说，也就是刑法第19条的行为时精神障碍或其他的心智缺陷，它导致他没办法有辨识能力，或者是依照他这个辨识能力进行行为的这个能力的定义来看，或者说严重减损来当做基础的话，就这些符合19条的当事人，法院在从中依照第87条的规定来给予就是监护处分的人数计算。那在这计算基础，这是一个限定的基础，法务部统计近3年的数据，107年到109年。被判监护处分的人数分别是188人、195人跟204人，大概每年200人左右。那如果我们参照就是今年的12月中旬的，应该是去年的12月中旬的监察院统计，那105年到109年3月的监护期间来看的话，总共有863个人。那这些人里面在窃盗罪占了297人，也就是大概是34%的这个比率，这是在这个定义上面比较大多数的犯罪类型。那另外一个是刚刚主持人提到说，那这次的修法是因为什么原因？其实跟前面这个刑事政策的数据的变动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几个非常瞩目的重大暴力事件而来。那如果我们回顾在2021年3月间行政院的新闻稿，那官方的理由是认为说，现在的5年以下的这个监护处分期间没有办法因应个案的具体情节，那同时也还没有处理到说还没有判决确定前的被告提早来做这个衔接监护处分的部分。那就前者而言，其实目前我们也没看到什么特别的证据啦。那为何是目前现行法是5年是不够的？那反倒是不少的精神科医师都会质疑说，这种长期或者是终身监禁的这种做法是否合适？那就后者来讲，就是说要衔接的这段过程中，可以想见他是要回应2020年嘉义地方法院判决那个杀警案当事人监护处分的时候。那因为还没有确定判决之前，裁定交保所引来的社会的恐慌，这是简单的来做个说明。我想从刚的律师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可以看得到，他好像不是根据那个原本的一般的这种所谓的犯罪的状况类型，但是因为了某些的重大的刑案，他可能就要去
延长或者加重某些的这种在刑事上面的一些责任哦。那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合宜，我们待会继续的来跟大家讨论哦。不过回到这个修法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上礼拜的讨论当中大体上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判决前，就是所谓的会有一个叫做刑前安置。第二个阶段是在判决后的服刑的这个阶段，那再来就是有关于这个服刑后复归，就是他可能要回到自己的家庭，回到社区的这个过程当中哦。那可不可以请这个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来特别跟我们讲一下这三个阶段在目前的修法跟过去的做法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吗？这次修法至少动到了三部的法律，那分别是刑法、保安处分执行法以及刑事诉讼法。那因为草案其实现在临时会还在排入议程的当中，可能有变动。那我这里所谈的草案的大概内容都是以12月15号党团协商时的草案的方向。那因为条文真的蛮复杂的，那请主持人容我花多一点的时间跟观众来说明说这个细节。那如果依照主持人刚刚所提到那个区分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上面是判决确定之前，也就是侦查跟审判程序之中，那未来是希望能够透过暂行安置这个制度来做处理。那这个最早时候那个司法院所提出的名称叫做紧急安置啦，或紧急监护，那后来我们就改成叫暂行安置了，是同一家用语。那这个最长的时间可达到5年的时间。那这里可能要再多花点时间是，其实啊，现在的保安处分执行法第四条，就是还没有修法之前的条文是，检察官如果认为有必要，是可以在判决确定之前向法院申请监护处分的。那这其实也可以解决到2020年嘉义地院判决所担心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其实有第四条可以用的情况下，司法院其实希望能够端出紧急监护或端出的暂行安置，是希望把第四条的这个概念在整个刑事诉讼法用一个章节来完整规范，那希望写得更具体一点啦，本来是这样想的。那法务部提出的质疑是认为说，我们不能在判决前执行保安处分，就像不能判决确定之前来执行判决内容一样。那还说第四条这个规定啊，是好久好久以前1963年的立法，它本来就有问题，那当时也有很多刑法的学者提出批评，认为是违宪的。那法务部所提出的解方呢，认为说这里不应该要提前执行保安处分，而是要仿照德国法的暂时安置来部分的准用羁押制度还比较合理。那对于这个问题呢，司法院是认为说，我们已经把第四条删除了，还是有刑事诉讼法的456条规定可以在判决确定前执行，而且如果真的准用羁押，还是只能到4个月这样慢慢来做。那这样做法恐怕也是不符合刚刚杀警案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他希望更完善把第四条规定在刑诉规定。那这个争议不只是这个判决能不能提前执行啊，还是它的定性问题。那定性影响到它能不能折抵刑期，能不能准用羁押，能不能用刑事补偿法。举例来讲，如果未来如果判决有期徒刑，在侦查阶段被人身自由拘束的期间，到未来是不是能够折抵，这都是疑虑。那最后就是司法院跟法务部就搁置了争议啦，把这个名称改成叫暂行安置，那不处理这个定性的问题。那至于折抵刑期啊，是不是准用羁押，现在还在争论。那除了定性之外，这有很大的问题吗？就是如果今天莫名其妙大家被关起来，然后他可能也的刑期是很短的，但是他可能被羁押很长，这个不是一个有点本末倒置的情况？这个涉及到我们对于这个定性上的差异啦。那因为法律上面，如果他定性为羁押的话，他就有一个蛮大的目的是说要保全证据，防止人就是串证逃亡。那如果把它定成保安处分的话，它就是提前做治疗，这个定性的差异就影响到我们到最后法律上要怎么做适用。那补充一下说，在这边除了这个复杂的定性问题之外，还包含说延长的期间，它延长最长可以到5年的时间。那这里我们民间团体或大家有怀疑的地方是说，如果你暂行安置它长达5年的话，却没有精神司法精神病院以外的选项，也就是社会处遇，其实欠缺弹性啦。那另外是除了治疗之外，其实在也希望在暂行安置里面可以去想想看，以往很大的争议是侦查中的司法精神鉴定，因为其实在侦查中离那个行为当下的时间非常接近，那不会到判决之后才要做鉴定的话其实有点晚。那不过这次的条文其实没有一起把留置鉴定啊相关规定起来做调整，那这个要不要调整其实分开是可以或不分开也可以，但涉及到资源，那这次草案其实没有处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目前是关于判决确定前的这个暂行安置的部分。那我去往下再花点时间想一下，第二部分是关于判决后的执行处分。那这里可能会有点复杂的是说，它同时涉及了可能服刑
跟监护处分，像沙井案本身它就是17年的有期徒刑加上5年的监护处分。好，那我们先在这里先不谈说刑前啊刑后啊这些执行问题，总之它就是执行了监护处分。那在这个判决后的执行的状况下面，有两点可以跟观众分享的争议哦。第一个是门槛，因为目前的刑法第87条是没有任何门槛的，只要法官认为有刑法第19条的原因可能再犯或者是危害公共危险就可以判的，这导致刚刚所说的说三分之一都是窃盗罪，那执行期间最长可以达到5年，那目前又执行大概3年左右的。但如果说是一般的窃盗罪啊，没有监护处分的，八成都是在6个月以下，也就是可以一颗罚金，不需要人身自由拘束。那你可以想说在辩护策略上面，窃盗罪的当事人他会主张自己有19条吗？我想可能是不会的，因为他可能受到时间会更久。那这样的结果其实违反了一个我们法律人常会念之在兹的大法官的解释的471号的解释。他认为说保安处分，监护处分做保安处分要有危险性、严重性跟期待性才能判，那不能太扩张。那对于这个问题是监察院提出调查报告来批评，但这次的修法是没有处理门槛的问题的。那第二个在期间，期间是大家目前最介意，就是说期间现在天花板是现行法是5年，但未来修法之后可以在5年后一直延长，每次延长3年。那这个情形我们先不要说这个违反宪法的这些状况啊多么复杂，就以最近的大法官解释799号跟812来说都是有这个问题的。那讲最简单的是，如果辩护策略是主张刑法第19条，这样的主张反会造成更长或更终身的人身自由拘束的话，这样确实是有问题，而这样的修法是由法务部所提出，而司法院本身是反对的，也认为这样可能是违宪。这在第二个阶段关于判决后的执行监护处分阶段。那最后我就稍微讲一下时间关系，是社会复归或整个回到社区的阶段的话，受处分人离开机构或者他是用多元处遇先到其他处遇机单位之后再出去社会，我们先不谈多元处遇本身就跟现在是没什么两样，在上礼拜那个服务员提到了只把名称改成多元处遇，但我们就讲现在条文好了。保安处分执行法第46条之3，它是规定是2个月前开转衔会议，那大概2个月前一次转衔非常短暂的，那行为社工就要接手处理，那这个建立关系反正就非常不容易，更何况说在机构有一阵子的，那曾经有犯罪的这个事实，那通常也伴随着家庭啊、疾病啊、co-occurring 啊这些附加议题，那这个复归非常困难，但我们却用非常粗糙的方式做处理。那我先分成这大部分回应主持人的内容来先谈到这边。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或再次是谈到，就是如果他的这个执行结束之后，这个法院或者是这相关的单位认为他是有问题或是有再犯的可能，他是可以再把他持续的监护，对吗？对，就是应该这样讲说，他延长的这可能性是由检察官所提出的，法官认为必要性，这些我们还不确定要怎么认定必要性。那比如说法官所裁说那个延长的那个，是否能够法官有很合理的判断，这个就是一个蛮大的目前还不确定的状况。对，所以到底会由谁来判断，这个也目前也都不知道。如果是申请延长的话，目前就是在检察官当作他主要的权限单位，他能够做这个决策。那这当然说保安处分执行法本身规定也有考量一些评估小组，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评估小组目前参与的人有没有家属，那有没有当事人，那这些都是在未来修法上面一定要做考量的，但因为时间关系就没有讲那么详细，但这个决定是未来影响很大的。我想要请教李云其实刚刚我们从律师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我觉得一个就是在这个这个所谓的监护的这个部分，它可能会一直有不断的去这样的一个延长的可能性哦。那这样的一个延长的可能性这个对于所谓的经障者本身是一件好的吗？我所谓是一件好的意思是说，可能对社会大众来讲，他会觉得说啊，反正你不出来就没有事了，我也可以安全。可是回到一个经障者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在有延长的可能性，它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应该说延长本身是一件很怪的事，是我们现在两个方向，一个是关到死嘛，那个这个就是当然我也没办法。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关到一部分他还要出来的话，那越晚出来其实对于他会恢复社会可能越低，那相对他对社会的整个适应度低的话，再犯可能反而会提高，因为他整个就更加的疏离，更加的人际关系破裂的情况下，你要他恢复社会是很困难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整个法律过程中没有好好聆听失去者本人的意见，那其实失去者本人是可以沟通的啊，只是他需要很多的聆听跟翻译的过程，只是我们没有纳入这个东西去思考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他的逻辑是什么的话，我们其实不会知道他需要的处遇是什么，所以这样的状况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概念哦，就是我们一直觉得所谓的民主参与啊、公共讨论啊，这个很多的当事人其实应该是能够去针对这个事情来做讨论，因为说实在的，这个法官的本身或者检察官的本身，甚至医师的本身，他未必真的能够去代表这些所谓的当事人、精神障碍者去了解他们的处境。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沟通的过程。不过刚刚听起来似乎这个过程是相对之下比较这个缺乏的哦。那如果我们回到一个在现实的状况来看哦，这些所谓的精障者或失去者离开了这个执行的处所，那回归到社会这个衔接的过程，你觉得需要有什么样的配套的措施呢？那现有的机制或者现有的政府的修法方向，能够去承接出这样一个需求吗？其实，就我本人住院的经验哈，我住一个月的院，理论上我们出院的时候会有一个出院准备会议，可是那个会议很妙，就是我本人不会知道那个会在干嘛。那其实那个会议要从住院第一天就知道就要开他出院要怎么办嘛。可是他到出院前才忽然自己开了一个会，然后忽然就跟我说：“哎，你出院去那里。”我想说，那什么意思？就忽然云端处理我，那也不会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就忽然说啊，你就去某某单位好了，然后或者你就回社区，就忽然就被决定了。这倒是蛮可怕的，因为其实光是一个月的住院就会让人，可能像我出来的时候连坐公车都不会啊，觉得外面动得好快啊，不知道怎么办。何况是一年、两年、三年，这个很难讲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一个短暂时间要决定一个人的未来，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接不上，老实说。所以你觉得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有什么样的参与呢？我觉得其实要从一开始就讨论一个人的后续要怎么处理。比如说住院第一天不是只有给他药吃让他稳定下来，还要跟他说你住院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你今天要接受这个治疗，你可以选择怎么样的治疗方式，你可以怎么做让自己比较好，慢慢去讨论。因为就算监护处分的时间长，可是我们有长时间去讨论未来的方向的话会比较好。那一定要定期的评估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会。就像一般的急性住院，你不会超过3个月嘛？3个月后你还没有治好，大概就治不好了。那为什么还要关起来呢？不懂。所以其实要做很多时间的去评估这个住院的效果在哪里，然后用意在哪里，而不是一直关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回到这个法律的本身，我要请教律师，就是刚刚谈到这个评估的机制，在现有的这个修法的方向是存在的吗？刚刚提到说能够好或是不好，3个月就可以知道，那为什么要搞到5年这么长的时间呢？就在实际上执行这个评估机制的话，当然法律上面有它的问题，但我想回应一下刚刚就是主持人跟李云回应到的点，那我们一起来谈哦，就是离开这个执行处所到回归这个社会的衔接阶段要什么样的配套。那我想说，精神疾患的治疗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有药物和心理社会的药物的治疗要都要并进，那要从疗愈性的环境，然后逐步调整人际互动啊、工作训练啊、生活安排啊、自我服药啊，这些机构的处遇都其实都为了要未来指向是要离开处所，也就是如何学习在这个社区内生活。那在监护处分这个情况又更复杂了，因为它还包含了触法这件事情。那因为它是触法而来的处遇，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事情，就刚刚提到说，它同时判有期徒刑，那同时又有刑前刑后的问题。那这时候监狱跟监护处分是要交替执行的。那这样情况下面，第一个考量的。那第二个是要考量的是，如果本案是有被害者家属的话，那被害人这件事情会在体制内纳入考量哦。那这个可能决定了很多的处遇决定。那同时还有家属的资源会更复杂。这第二个，第三个事情是，再来就是如果要考量机构化，因为机构化本身就是会造成很多人的生命处境的影响。刚刚李云所提到的，那衔接要考量机构本身的影响，而不就只有精神疾患的治疗而已。所以在这个刚刚讲的差异之上，要建立配套，就不会只有2个月前的转衔会议。那这样立法似乎假定了说，这个人离开处所之后都会没有问题，只要确认一下说哦，你要去找谁联系谁就可以好了。但我们知道，建立起一个关系，要处理共病，可能家庭本身跟被害的经验，其实交叠起来问题是不可能那么容易解决的。这的确有，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过程有点奇妙，就是说，哎，我可能好了，经过某样的一个会议之后，我觉得让你没有问题的，然后你就有点让你回到这个社会，是真的有办法回到社会吗？或者回到社会里面，刚刚李云提到说，我被关了一个月之后，我可能连坐公车都不会。那如果在里面的5年之后，他出来可能说不定是更慌张、更不知所措、更不知道怎么办，那个压力、那个面临到那个生活环境的压力、那个面临到人际的压力，甚至人跟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那个问题可能还会再出现，那个所谓的犯罪哦，先挂号这个犯罪的可能性可能还会再出现。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法律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会回到再谈这个问题。那回到一个社区，他应该要怎么去做？刚律师也提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司法院对修法的这个监护处分是有一些质疑的，那为什么还法务部还是要持续的推动呢？这个会不会有所谓的违宪的问题？我们先休息一下。铁路警察李成汉被刺死案，一审法官认定被告精神失常，判决无罪，而法官要求被告强制治疗。不过强制治疗最多只有5年，外界也掀起修法的声浪。法务部长蔡清祥今天就回应，法务部已经将刑法修正案送到行政院来审查，未来将无限期延长治疗的时间，直到患者痊愈。同时也与卫福部商讨成立司法精神病院。真的那么多人丢哦？嗯，爱拆了别啦。爱拆了别就丢啊，伊拢无啊。伊就开庭，甲许两种二种证明迄个鉴定的精神医师啊。铁路警察李成汉被刺死案，一审法官认定被告精神失常判无罪，让家属难以接受。他的父亲四号更传出过世消息，而法官要求被告强制治疗，不过受限现行法律，强制治疗最多只有5年，引发外界关注，掀起修法声浪。法务部长蔡清祥上午对此回应，法务部已经将刑法修正案送往行政院审查，未来将无限期延长治疗时间，直到患者痊愈为止。监护的部分大家都晓得哦，本来是限制在5年以下，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条文就修正为可以延长。啊，不限次数，不过每一年都要做鉴定跟评估。蔡清祥也表示，还有保安处分执行法的修正案会尽快把条文拟定，让监护处分的程序和精神鉴定评估的方式有更明确的规范。除了法案修正，法务部更与卫福部协商设立司法精神病院，治疗需要监护处分的精神病患。医师叶启兵对此表示赞同，跨司法跟医疗来做两方面的专业的一个协助，对于这样的病患，那的确，这次的成立这样的一个司法精神的病房，我们其实是蛮乐观其成。不过医生也提醒，成立司法精神病院必须考量专业训练以及是否有足够人力去负担精神病患者，更对精神病患未来重返社会提出安全性的疑虑。此外，李成汉父亲逝世，行政院长苏贞昌得知消息后表示哀悼。为了让警察未来执勤时更能保护自身安全，行政院也通过警械使用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允许原警在紧急情况时能够弹性灵活使用警械以外的各种物品，避免憾事再发生。记者陈冠勋、谢振林台北报道。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我们的经费来自于民众公众的捐款支持，欢迎您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在相关的这个捐款的资讯呢，在我们节目的说明栏里面都有，不管你是在 Podcast 或者在 YouTube 或者是在脸书上面观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相关的捐款的资讯。你的每一笔的支持，不管是大或者是小，都是让我们持续可以走下去的非常重要的动力，也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报道，做更多更好的节目哦。今天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要持续的跟大家谈到所谓的精神障碍，是不是会被永久隔离？精神障碍永久隔离之后呢，是不是这个社会的安全网就做好了，这个国家的犯罪率就会变低，或者是大家对精神障碍者就不会有恐怖，因为不会有恐惧，因为他可能已经完全被隔离在某个地方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民间司改会的林俊儒律师。林律师你好。大家好。另外一位是这个台湾失序者联盟的李云。李云好。大家好。我想我还是先回到那个法律上面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台湾这个精神障碍者的这个目前看到的犯罪的一些类型，那也谈到所谓监护处分了。那我想要请教这个律师，就是监护处分会不会因为这个犯罪的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哦？那一般的这个监护处分或者是这个监护处分的延长，它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它的期程会不会监护处分比较更长一点，它就会降低这个犯罪率呢，或降低这个再犯的这里的差异至少如果从刑事政策研究的角度的话，可以分两种。
一个是指的是判决上适用监护处分所占整体该犯罪类型的比例，这个差异，这第一种差异，如主持人刚刚讲话。那另外一个是说不同的犯罪类型的执行期间在监护处分上所呈现的差异，可能两种类型。那在前者的话，是判决上适用监护处分占整体该犯罪的类型比例来讲的话，目前是没有明确数据的。但从后者，就是说不同犯罪类型的执行期间的这个比较来看的话，我们可以从监察院的这个报告看得出来说，窃盗罪虽然占多数，但它监护的时间大多是在一两年，那像杀人罪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可能到三年以上。那如果指的是这个法院的判决的话呢，刚刚谈到说那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的话，我们讲法官的判决的话，就是有没有再犯或者是公共危害之余，那判决的文字如果大家上司法院的那个检索系统查，大家都会写到说为了避免他就是不配合就诊，那用药，那来避免这个危害公共安全，通常是这样讲。但那个草案的延长到底要怎么判断，法条目前在目前的草案就只有规定检察官认为有必要，那可以申请法院来做延长一次三年。那因为没有实际的那个超验过，也不知道这个延长的理由会不会跟刚刚讲的那个有所差别，这是在刚刚前两个问题。然后最后讲再犯率的问题，其实是在行政策研究上面非常困难，因为再犯率在本土的研究在监护处分上面不多。那我们比较常看到可能最近的研究是2019年的时候，林时运医师跟林玉胜老师他们针对东部执行监护处分男性的状况有提出个研究 paper。那在 paper 里面指出了个结论哦，就是有 50% 的受男性的是男性的受监护处分人啊，在结束处分的三年内可能会有再犯罪而起诉的情形。但老师也说就还没办法指出说这个 50% 这个因为这样起诉的原因，起诉也不一定是有罪嘛。那这起诉的决定他的假设是再犯的话跟精神疾病的关系，这个也不太确定。而且再犯的因子本来就很多，包含工作、经济、家属支持都是。那文章中有提到一个日本的数据哦，就是在指说在医疗观察法之下，日本在处遇后的精神疾患的犯罪人的严重犯罪的再犯率非常低，非常低。那可他费用非常高，就是他花很多钱做这件事情。因为2014年为例的话，每人的住院费用是18万美金，那门诊的话要14万美金。那不管是台湾独树一格的这种监护处分啊，或者是像精神卫生法，或者是刚刚日本比较像精神卫生法的这种医疗观察法的设定，或者说国际讨论的 ACT 就是积极性的社区治疗，或 CTO 强制性的社区治疗，实证的医学的基础都不太多，尤其对于预防再犯的数据都不多，更不用说目前监护处分就是我们欠缺那个长期的追踪的本土资料，这常常是我们在台湾讨论刑事政策很大的缺陷。我们都希望有 evidence base， 但通常没有 evidence base， 然后我们就做了这个很零碎式的修法，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嗯嗯，我觉得其实我从刚刚第一题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一个国家的制定的政策，它必须要有所谓的实务的经验，它必须要有所谓的数字的累积，它必须要有长期的这种追踪，经由这些所谓的实务的现象，我们再慢慢的去归纳去讨论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应该怎么修订，法律应该怎么做，它才能够真正的回应到那个真实的现况。但是这样听起来好像有很多的基本的数字统计都没有，然后基本的资料恐怕也都付之阙如，而这么大胆的去做了一个法律的修订，恐怕也会引起蛮大的一些争议哦。其实这争议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司法院对于这个修法的监护处分的规定，它事实上是有些质疑的哦。那既然在司法院有一些质疑，为什么法务部还要继续的推动呢？那这个会不会有所谓的违宪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于这个基本的人权的保障，甚至跟两公约恐怕也都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汉格之说。那当然，我们知道监察院在日前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报告，那监察院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先回答。那如果李云再帮忙有我们有讲到的地方，就是刚刚主持人问那个司法院的，就法律面来看的话，刚刚介绍法条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司法院是很质疑这个年限的天花板五年的打开的这件事情。那算是四字第799号，这个四字讲的事情是刑后的性侵犯的强制治疗，那它也是一种保安处分的类型。那这个类型在大法官799上面就有一些讨论，那当时我们可以讨论的东西蛮多，但他留下一个法制上面的提醒是说不能无限期的拘禁人身自由。那当然很多讨论，我们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多说。那不管如何，就是至少他不允许这个是无限期人身自由拘束嘛，这也是为什么司法院在当时三月的时候行政院把这条丢出去的时候，他特别在上面加注特别意见的原因是如此。那目前我们也怀疑说是什么样的原因
要特别拉长这个五年的期间，那有没有实证的基础？是因为有治疗无效的情况吗？那如果有话是什么？那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其实我们回顾这个法制史啊，在2005年刑法修法的时候就已经拉长过这个监护主任期间了，当时是3年，然后变成5年，那现在我们要往前延长，那其实真的需要很有充足的证据才行。那司法院可能也会担心说，先不谈刑事政策上的证据问题，光我们大法官解释的799号，在当时在3月的时候，就有对这个事情提出警告。那更不用说今年12月10号的时候，大法官在释字812号对强制工作的一个保安处分的一个解释文里面，他们同样是保安处分类型，所以他也特别提醒了说要有个均衡的原则做适用。那这个是最新12月10号的释字，那现在修法上面也有可能违反这个释字的意思。那这两个双重违宪的疑虑其实是我们蛮担心的，更不用说更早我们讲那个门槛上面可能没有符合大法官释字471号的这个原则。那为什么会这样一意孤行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让大家觉得非常匪夷所思？对啊，这可能就是民众可以讨论一下，然后或者是李云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对，你的看法是什么？从你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从我的角度，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说，其实刚刚李云也提到说，这个精障者他的这种所谓的监护处分，或是把他这个拘禁起来，事实上对他是不利的啊。那但是这个。我觉得另外一部分原因就是会不会造成社会的刻板印象，就是说啊，你们就是这么恐怖，或是这么就所谓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所以我干脆就把你们隔离起来。李云对这样的一个做法的看法是什么呢？其实真的是社会有一种很害怕精神病人的状态，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媒体渲染或者是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任何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性，为什么不把全世界人关一关呢？我实在不了解。那第二件事情是，其实精神病人其实现在的状况已经非常机构化，就算是我们说是社区的一些组织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地方，只要是机构的地方都有机构化的可能。比如说社区可能有一些居住的地方都不一定可以让里面的病人出来走动，这个状况其实蛮严重的。可是另外一个点就是现在的状况的治疗只有医疗，那医疗是什么？就是送药物给他吃。那药物怎么样呢？它其实不一定是可以治疗你的状况，而是用副作用来治疗你。比如说你很躁动，他就用副作用的嗜睡来治你。那这个东西其实不会治疗你的病本身，它会让你不能动，所以其实一直被给药的状态下，你是很不舒服又不能够抵抗的状态。那一个人治不好，你还要在那边卡5年一直给他吃药，其实很不人道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的，它可以是一个治安防治的手法啦，可是任何人都可以用。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我们 全世界一起吃药也不错，但是可是这个东西绝对不符合人权跟人要的生活，真的。的确，就是我就是这是一个让他觉得真的是匪夷所思的，这个真的是跟所谓的精神障碍的这个理解真的有限，或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当然我们看到很多比较大的刑案，他的确会让人家害怕，这个是毋庸置疑，这也是很正常。可是我自己常会举一个例子，其实我常常会去精障机构去做一些有关于媒体的演讲，或是去举办一些课程。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一个精障机构，就是风信子协会，那他在竹北的山上，那我就在那边跟他们一起演讲，然后他们其实距离我都非常非常的近。那我就常常在其他演讲，然后我再举这个例子，我就说，那次演讲是我这辈子演讲最爽的一次。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给我很好的回馈，因为我那天讲的题目是媒体如何污名化精神障碍者，所以大家是非常非常有共鸣，非常有共感的。那第二个我会讲的一个比较有趣的方式，我就说，各位朋友，我那天演讲完之后，我平安的回来了。为什么让我平安回来？因为那些精神障碍者跟我的距离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大概就坐在我旁边，但是我没有被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不定时炸弹给炸死。我觉得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接触，再加上有一些我们的刻板印象，那个恐慌就会越来越大。而在法院、在法务部在制定法律的部分，我觉得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社会的某种的压力跟反弹，另外一部分会不会其实也是这些立法者、这些所谓的政府的官员对于精神障碍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呢？我不知道律师或者李云的对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那个法律制定的过程其实有时候是实在是太专业，专业到它跟真实的社会是有点脱节的。应该说的是精神障碍不等于会有暴力情况，那就算还有暴力情况，我觉得也是他社会脉络中大部分的原因。比如说他长期被隔离，然后他很不爽，他很不爽，只要用打的方式别人才会听啊，不然他在那边一直说我要出院，没有人要理他，他只能用打人的方式来表达的话，这个东西就会成立嘛。所以这都是一次一次社会给他的挫折造成的。你如果他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或是比较舒适的环境，他不需要这样做，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环境，他也不需要这样子来发泄自己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受苦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可是大家在看到精神障碍只看到风险而没有看到受苦，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想要请教一下律师，就是林律师，你自己在
学习法律的过程当中，这些法律到底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就是我们常会讲说，法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秩序的维持。可是制定这个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些人，他到底对真实的状况有多少的了解啊？这个我觉得非常难的回答。那我试着去想了几个想法，第一个是说，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对于障碍的理解啦。那我们可能在想象的时候，我们都把想象成障碍是四肢，然后可见的损伤。所以社会会意识到，我们意识到说要调整一些无障碍措施啊等等的。但对于精神疾患障碍者，我们先不介意的用词比较好理解的话，往往是因为我们人们就是用视觉的方式想象世界，认为说，哎，这样子视觉上看起来没有特别的障碍，而就忽略了社会应该要去调整这个无障碍的措施，对于精神疾患者这件事情来讲。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是，其实调整上面我们一直在想的事情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说要对于障碍者特别的对待，而是他是本来就应该如此的，就是他要跟别人在同样的一个基础上面行使权利跟基本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抵抗的是这个让人们就是变得就对障碍有误解的这个社会，而要抵抗这些可能让人障碍的社会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是在思考上面一个理想上的差别。那第二个事情是因为像决策者啊，或者说法律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很少有这些当事人的观点的学习，我们在学习法律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学习的过程。那因为国外或是李云大哥可以分享说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这个概念，就是要真的让障碍者实际的参与，因为这是当事人本身的了解的情境跟状况，在用药或各种议题上面也是希望如此。那这样的搭配跟共作之下，才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合理而且符合真正需求跟看见的实际状况的。我觉得这蛮重要。我自己当然我们刚刚谈对法律的批评，法律的这个制定刚刚会出现有提到的那种所谓的专业的状况，我自己在教传媒或者是我们在做传媒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很多的媒体工作者事实上是用他自己过去的经验或是对于他对于现实社会的一些基本的认知来去做报道，也就是说他比较不能够从这个经障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一旦发生了这些所谓的这个打人啊或者是冲突啊甚至这个刑事案件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啊，他原本就以为这个经障者是很可怕的，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在报道的时候也很容易往这个方向去走、哦。我自己在研究当中也发现，我做的经障者研究做了好几篇哦，其中有发现说曾经跟经障者有一些接触的人跟没有接触的媒体工作者哦，他们事实上在报道的策略跟方法上面是比较不同的。就是说如果完全没有接触而且有一种刻板印象的话，他事实上在复制某种这个主流社会对于经障者的刻板印象的这种描述。可是如果你曾经接触或是有一些了解，那你相对之下你不一定会同情或是认同这些人的作为，可是你在写作你在下笔的时候，你的角度你的观点就会有一些些的不同，会去从他的角度去考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哦。那当然我觉得这是有时候是在于这个整个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的或者我们生活经验当中一些缺乏，所以才会出现类似的报道，或者是可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法律的制定哦。可是我要再回到这样的一个议题上面来跟大家继续的谈，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复归这件事情，就是好了，那已经被关起来了，然后这个可以离开监所了、哦、那不管你这个被这个监护处分多少年，但总是要回到这个社会、哦、那现在我想要请教这个李云，就是回到这个社会哦，以目前来看，这个现有的机制是足够的吗？或者在这个要制定的法律当中，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协助的这种可能性呢？要说的话一定是不够的，因为我其实有遇过一个朋友，他就是出来之后，他住的地方都被都更掉，然后他所有的邻居啊，那邻里关系都消失，然后他因为住院太久，所以他不会用手机，然后在现在等于是自治性死亡嘛，社会性死亡也是。那另外一个点是我有遇过一些人，他是住在机构里面很久，那他就说我现在不知道出来之后可以去哪里，因为我好像什么都不会，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嗯、然后我现在变得很弱，然后至少医院可以照顾我，这个感觉就很心酸、嗯、因为家属曾经就跟我讲过说，就是如果我要送我的小孩去疗养院的话，我是毁了他的一生，可是如果不送他去，他会毁了我的一生，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嗯、其实两面都很心酸。那家属不应该造成作为一个照顾的单位，他不应该承担这么多，政府应该要出来帮忙，可是这个时候、嗯、政府能够做的他是把他推回家属身边，说啊，家属就是社区，家属就可以做好任何事情，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那政府提供一定是不够的。
我想请教这个俊如，这个律师哦，其实在这个民间团体所发起的联署当中，也针对这个部分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嘛？是的，那个我们在联署上面有提供蛮多可能在法制上的建议啦。那我觉得还是要澄清一下这几个事实，就是我们也不是说政府都没有做事，就是在其实第二期的社安网是有做一些事，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增加一下社区照顾啊，那关怀访视员啊等等的，都是因为现有的机制是非常不足在社区里面。那在非常就是沉重的案件的负荷比之下，要做关怀访视啊，都非常困难。那我们也没有无意说就是在否定说第二期这件事情有多做一些事情啦。但我们要讲的是整个制度的资源分配，要如何回应到真正的需求，就是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层次哦。第一个层次是说触法之前的精神医疗的服务的部件，跟触法之后的这个刑事司法处遇，这第一个层次。那第二个层次是触法后的机构选择，它是选择去监狱还是去监护处分的处所，这是第二种的层次。那第三个层次是从机构转到多元处遇，或者说之后的这些社会复归。那这三个层次我们去看哦，就是现在我们投入了 34.6 亿元是放在精进监护处分，也就是要建立司法精神病院，嗯，要监护人力，然后 2.6 亿是放在司法精神病房，嗯，它是在哪个地方？它在第二个层次的第二个种类。那我们要问的事情是，嗯，那第一个层次跟第三个层次的社区资源有没有等量的去讲出来？那更不用说第二个层次本身如果都机构的话，对于本身监狱的服务是否充分？那如果大家关心监狱本身的服务量呢，可以上网查询那个许顺吉案。那监察院在2020年年中又提出报告，是一个在患有思觉失调症的受刑人涉及保外就医的流程、监所内医疗的处遇执行以及移送病监的评估的不当的这个问题。这些资源分配是我们民间团体很在意的。那我们先讲这种资源分配的问题比较理念性，但具体法条上面至少可以在16条之3的规定上面仿照日本的做法，如果我们真的有些社会复归的调整观，那用更长的期间建立起关系，才有可能做到减害。法条如果要过的话，我们有个减害的方式，可以让这件事情真的得到适当的协助，而不是在花了很多钱之后，我们都没有想要达到的效果。嗯 ，OK， 你可不可以多谈一下其他国家的做法？你刚刚谈到日本的做法，其他国家在面临到他们也会有这个精神障碍者，他们也可能会有这一种对于他们的对这些精障者的一些恐慌的状况。可在法律上，他们是怎么制定的？会跟台湾会是类似的吗？或是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考逻辑？在谈各国法制之前，其实在立法院公听会啊，很多场合大家都在谈。那我想先澄清一件事情，是比较法常见的误解哦。很多人都提到说啊，现在啊，时间立法已经不是个趋势了，不用设定期间。那并且有些人会以日本的医疗观察法为例啊，但我要提醒说，日本的法制是没有像台湾有这样的保安处分的。他们在50年前就拒绝使用保安处分这种以风险控管为出发的制度哦。那我们大概可以把医疗观察法比较成比较像台湾的医疗，就是精神卫生法的概念好了，它是以受治疗的服务者的权益为中心的。那这时候他们有设定期限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我们保安处分的社会安全的风险预防。那在这个差异之下，硬要说日本没有期间，台湾也可以不用有期间，这样就有点错乱。这只是个举例啦，就是我们在做比较刑事政策研究的时候应该仔细注意的地方。那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分类啊，前中后都有各国立法例可以参考，但因为政策脉络不一致，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讲清楚。但我想说，我们可以简单个借镜来当作台湾的刺激法治思考的基础哦。日本法很常会讨论说贯穿式的司法保护，那这个概念讲的事情是，如果能够及早的在机构释放前进行调查，并且做成生活环境的调整，它不仅可以更早的离开机构，也助于后来未来的生活环境的接纳。那这个概念就是观察到说，刚刚李云所提到的机构本身是特殊的，要从一个封闭的机构回到社区，可能要从半封闭渐进式的回到社区，才能真正的达到我们的复归社会。那日本在这边设定的叫做社会复归调整观来进行处理，那或许这是一个可以参考或刺激的方向，但我还要说跨国比较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可能还需要更多研究。回到那个复归，或是回到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整体的这个法律过程当中，李云刚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在整个的法律的制定的过程当中，其实精障者是一个虽然他可能是一个犯罪者，但是他可能也是一个相关的当事人，但是他被咨询或者是被了解的这个状况事实上是少的。而我们也会在这个不管是上一集的讨论或这一集的讨论，如果从这个精障者的立场跟角度来看，这样的法律对精障者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甚至
更坏，对社会的帮助或许也会有一点点的帮助，至少减少了某些恐慌。可是像我在上礼拜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安全的机器，这个机制不去解决的话，这些问题，这些所谓的制造问题的人，他可能还会不断的被制造出来。我想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李云哦，就是说，你刚刚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希望这个经障者是有可能去参与其中的哦。那你觉得怎么样做是比较好的呢？有什么样一种方式？如果你要跟政府说，哎，我们也可以参与讨论，那要讨论些什么东西呢？其实有两件事，一件事是现在的服务量，不管是追踪访视好了，追踪访视其实只会告诉你说我们现有的服务是这些，然后你能去的地方只有这些。可是我希望可以建立更多的服务可能性，比如说像我朋友他就会说，关系才是我们生的病，是精神障碍的病是关系的病啦。因为这个状态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会被别人不被期待，觉得我们疯了就算了，一辈子就毁了，或是觉得说哦，你就是只要养病就好，你不用想太多。这个时候人没有重心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他就不知道活着要干什么，所以就会胡思乱想，然后让病情更加重，然后家里也很困难。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让他有一个重心，可以让他去自我实现的地方，会让他可以让他过得更好，而不是让他待在家中什么都不做。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让他有出去的可能，跟愿意让他有被重要被需要的感觉。那第二个是经障者本人的想法一直被跳过，那怎么样可以让他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然后可以让家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家人参与讨论，然后去想怎么样的资源可以让我们建构出来，而不是经由别人去想我们要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推我们要什么的时候就不一样。嗯哼，我想这很重要。虽然我们看起来这两节都在从经障者的角度出发，可是我们也是回到一个整体社会的安全的这个例子去做，从整体社会安全的这个状况来去做思考。因为你今天把经障者隔离起来，但是你总不会关他一辈子，那他有出去的一天，可是出去之后他怎么去面临到这个社会，恐怕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这个衔接的过程没有做好，他是会去再犯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社会安全网不是去捕破网的概念，而是要让这个社会里面它就是能够大家活得比较开心，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制造出这种制造问题的人的机制是可以有一些修改。所以我们在这两集的节目当中在看提到一件事情，我们把很多的钱花在这个司法精神病院，这当然是一种做法，可是是不是应该用同样的等量的方式来放到一些所谓的事前的这些预防，或是不管是在于这个相关的机构设定，或是更多的人跟人之间照顾的关系来去做思考跟讨论，这才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社会安全网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了，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那我们透过这两集的节目对这样的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当然不太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你就觉得对经障者是有100%的了解，我觉得那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开始去理解，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相关的团体也在发起的联署，而在我们节目的播出的隔天其实临时会就会正式开始要来讨论这些议题了，也请大家再持续关注关心。好，非常谢谢两位，谢谢，我们下回再见，拜拜。